我们即将要上线的这个新的项目，The Space，然后以及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的核心的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在测试了大概2、3个月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发现？然后可能也特别想能听一听大家的反馈。然后好像有一位叫 Big Copywriter 的朋友的麦没有关，你要麻烦你关一下，因为会听到杂音。对，然后所以今天我会来做一个开场，然后我是截屏，然后我会把时间交给我们负责的 Space 的这个项目的同事，这个 PM 华夏，然后来解释这个，来跟大家可能也会做一些小小的演示吧，就是我们做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这个的 Space 究竟是在干什么？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这个 Dobby 已经在这个子 channel 的 Space 欢迎会这里开了一个 channel，大家可以随时提。其实为什么要叫欢迎会啊，Dobby？我又忘了什么叫欢迎会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几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进来，他们就在那个中文大厅不断地问，在那里测试，在那里测试。然后我们就 对，就是很多人来，所以就欢迎一下大家这样，对。哦，我懂了，懂了。哦，欢迎大家。哦，那大家好。那如果今天来听的很多朋友之前还不是太熟悉 Matters 的话，那我就稍微简短的从头讲起哈，就非常快的把前面前情提要一下。那Matters 是一个成立于2018年的一个就是架设在去中心网络上的一个写作平台，那也是一个写作社区。那我们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就从我们这个创办，从2017年底开始酝酿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在一个大探索一个去中心化的，或者是说多中心的创作者生态是什么样子。那当我们说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时候，就是相对于完全被一个比较垄断性的社群平台所宰制的这个现在人们称之为 Web 2的生态，相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态，那可能也相对于传统的我们已经回不去了的那个少数精英控制的不管是媒体还是言论平台的那样一个更古典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是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并不喜欢我们认为在 Web 2的这个结构，就是发展到社群平台垄断的这个结构，其实会导致非常非常多，是一个特别赢者通吃的结构吧，它会导致非常多，它虽然有我们熟悉的这个长尾理论，就是它好像能让很多长尾的声音出现，但是其实Web 2的这个平台垄断的结构是让长尾的声音能够出现，但是非常难以存活。因为他说到底，这个平台的整个这个 Web 2的规则是由这些平台说了算的，然后这些平台说了算的这个规则是非常的黑箱跟商业导向的，跟这个平台的利益商业导向的。所以总的来说，它让非常多元的声音其实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存在的。那这是2018年我们最初为什么要做 Matters 这个平台，或者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希望透过一个简单的线上写作平台去实现每一个作品的这个所有权完全属于这个写作者。意思是说，可能体现在它的存储上，比如说它是可以永久储存的，它不会受到任何平台的这个性质，或者是任何的政治或者商业权利的这个删除，然后等等等等。那随着我们开始一脚踩进这个去中心的世界之后，当然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就是一切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其实是一边做一边做，一边开始发现新的问题，或者重新在定义，不断的在重新定义我们心中的那个原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到底怎么样，能让创作者多元的，就是能让创作者多元的、自主的，然后丰富的生活在一起，同时不会被任何一个平台垄断的同时，能够获得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那这是一个超级大的问题，但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做的过程中，在收束这个问题。那说回到就是所以 Matters 一直是一个比较专注在服务写作者的一个线上的平台，然后它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从 Web 2到 Web 3的一个桥梁。
很多来使用 Microsoft 平台的写作者，不见得就是已经很熟悉，或者是甚至完全不是 Web 3的用户，但是没有问题，它依然是一个好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对社区来说，这是一个就是好的社区伙伴这样子。但我们会非常希望在这个Microsoft 的实践过程中，让更多的人理解 Web 3的理念，并且跟我们一起在 Web 3的世界里探险吧。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探索的方向有很多演变，然后尤其是到了去年的下半年，大家也知道，就是随着 NFT 这波浪潮的涌现吧，跟就是应该是发生最大继比特币之后最大范围的一次Web3 的出圈。就是这个 Web3 的概念，去中心化的概念，它对所有权带来的彻底的这个革命，其实是第一次被原有的这个技术生态圈的人之外的人大范围的知道。然后因为它卷进了艺术家，卷进了创作者，卷进了非常多，而且是从高到低门槛的各种各样的创作者，然后大家都来 NFT 试试水。那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不是我们在2018年刚开始做 Metas 的时候，其实 NFT 早就 NFT 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我们并没有捕捉到这个关键的趋势。应该说可能像很多人一样，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判断吧。至少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捕捉到这个趋势。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当它非常快的，就是好像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突然席卷世界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最好的让大家理解，最低门槛的让大家理解 Web3 的那个最小单位的改变到底是什么。所谓的数位世界、虚拟世界的产权凭证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一行什么，就是你的 ownership 属于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它只仅仅是代表不可删除吗？除了这个功能上体现出它不可删除等等之外，它这个所谓的 ownership 到底是怎么去应用它。 NFT 给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很小单位的解决方法，它就像一张门票，或者像一张收据，或者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一样，它就是非常薄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代表虚拟世界的所有物件。那这件事情非常聪明，然后所以我觉得它的流行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因为它真的是完全对应了我们在物理世界里的真实的这个体验。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解释方法就是说，如果说比特币，举个例子，比特币是虚拟世界的钱的话， NFT 其实就是虚拟世界的东西，它就是物件本身。然后那当然它是一个物件的凭证的代表嘛。然后那所以2021年当这股潮流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我想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就是这个元宇宙也好，这个 Web3 的世界是真的会带来很彻底的革命。那之前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人意识到。那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就是 Metas 自己也很快的开始尝试发行我们自己的给我们的社区伙伴，尤其是社区的活跃使用者发行这个 Travelogger， 作为我们的一个有点像是 Metas 社区的一个身份吧，一个身份头像这样子。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发行的过程中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做了试试看，做的过程中才能理解到这个 NFT 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应用潜力。因为它是一个产权凭证，你不可能想象，我们对一个产权凭证的想象不可能只是把一张画印在上面然后卖嘛，就是这是一个太过表面跟太过浅层的应用了。虽然它非常非常的火，但是它一定还有很多别的应用。当它是一个产权凭证，当它是一张股票的时候，那它还能有什么样的应用？我们其实是想透过做的方式来不断的探索。所以其实当时在做 Travelogger 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给 Metas 的社区的活跃成员和一些初接触 Web3 的人发行1500个这个头像，可爱的创作者头像，除了这个之外还能做点别的吗？大家真的，那我们这样跟市场上超级多的头像项目到底有什么不同？那我们在想说，我们自己是个创作平台，
我们对 NFT 的理解是，它是一张，事实上它是一张每个 holder 都可以自己在上面添加信息的空白支票。它不只是一张，就是被项目方定义的这个凭证，它是一张每个人其实可以自己改写它的所有权，改写上面的内容的一张凭证。那我们就在想说，改写这个动作好像应该可以放在 NFT 里。那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 Travelogger 里边，我们内置了一个叫 Logbook 的日记本。我今天不是要讲 logbook，对不起，但是我必须得从这里开始讲起，才能讲到 space。所以我们最后就是每一个 travelogger 的 holder，都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打开钱包以后，就你打开 travelogger 以后，都可以在它内建的一个日记本里边，就直接在链上写下你的 Web 3日记。那 Logbook 一直有一些发展，比如说现在发展到 Logbook 的2.0，是这个日记本不光属于你，然后你可以把它免费的 transfer 给其他的好友，而且跟你的头像是分离的，所以你就可以跟你的，理论上你可以跟你的在 Web 3世界的伙伴们共创一本日记，然后再往后可能还有别的发展。那这是一个我们希望透过 Web 3去实现写入跟共享版权这件事情的这个实验。那其实当时在讲 Travelogger 的 Logbook 的时候，我们那个回到的那个基本概念就是 NFT 是一张空白支票，大家可以在上面自己写东西，而不是说别人强加给你的一个图像而已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在共享 Logbook 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浮现一个物理世界的比喻，就是联盟墙。就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有点像是，最初是发源于捷克，那后来在很多个地方的社会，大型的社会运动中间，或者是公众表达的这个场合都应用过。那在香港2014年到2019年都特别常见的一种公众意见的集体表达的这个形态，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墙面，然后大家都去贴这个便利贴。五彩缤纷的便利贴，然后把便利贴贴在墙上之后，写下你在便利贴上写下自己想要写的那句话，可以是非常不同的意见。你也看到过很多人把非常不同的意见的便利贴贴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吵架，或者是说我不同意你的，我就把我自己的便利贴盖掉你的，然后就会有第三个人再盖上去，就是大家会在那个墙上开始 compete。然后，那我当时想的，NFT 是一个空白支票，那不就是那个便利贴吗？就是那个没有写任何东西的便利贴。那每一个拥有它的人就可以写上自己的东西，那这不就是 NFT 吗？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数字联盟墙，就是我能想到的，当时就是众多人一起用 NFT 可以实现的一个公共场景，我脑子里非常快的就想到了这个数字版的联盟墙，所以在做 logbook 的同时，logbook 比较是你把这张便利贴带回家，然后自己写写写。然后那如果是一个公共的空间，那又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另一条支线就开始脑洞，数字版的联盟墙。如果我们做一个 NFT 版的联盟墙，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在公司内部跟同事大家很开心的在讨论的时候，就有同事开始提出，哎，那个一个是 2017年吧，哎，华夏是2017年吧，上线的那个 Place 好像是2017年哈。对，Reddit 在，今年也有，对，Reddit 2017年的时候上线了一个巨大的在线游戏，叫 The Place，然后它就是一个超级大的这个像素板，像素帆布，然后大家就在上面在像素格上画画。有点像搭乐高一样，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数字联动墙。然后这个游戏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 Reddit 有超级庞大的这个用户群嘛，所以非常非常的轰动，在很长的就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然后很多人在上面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就是用很简单的像素格表达了世界上各种多样化的声音。那今年4月1号的时候，其实他们重现了这个游戏，向5年前的他们自己致敬。这样，那我们在发想的 Space 的时候，其实就是从数字联盟墙开始，然后想说，哎，其实互联网世界在 Web 2的互联网世界出现过一个这样子的超级大型的精彩的公共空间实验，就是 Reddit 的 Place。那个时候，那个公共空间是没有产权这回事的，然后大家就是纯创作。
那我们就在想说，如果是把同样的一个场景应用到 NFT 的概念里的话，如果每一个像素格都是一个能源产权标记的 NFT，那又会是怎样？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博弈关系，比如说我不同意你的，我画了一个你不喜欢的颜色，它所代表的政治立场，我想要把它换成我的颜色，那我可以做这件事情吗？这些不同的意见在这一块，没有文字门槛的，全部都是图像的这块白板上，要怎么去竞争呢？怎么去治理呢？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想。就想到了现在的 The Space，那我们就是做了一块，其实在形式上跟当年的完全致敬这个 Reddit Place 非常像的一个大型的数字白板，然后像素格是大家的创作的基本单位，然后每个像素格都是一个 NFT，然后不同的像素格之间的调节是靠哈勃格税，然后每一个创作者都有一个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个，就是 UBI 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的这个底线的这个保障，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就是给 Reddit Place 加上了一个经济模型，然后我们想要看一下，在这样的经济模型的促进之下，公共空间就是这个所谓的线上公共空间的治理。是不是真的是可能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让多元意见共存？Anyway，这个后半段我做最后一句有点演绎了，但那是回应到我们 Meta 所有的项目的一个执念。但是前半段主要就是为了，哎，我们用 NFT 的是方法重新做一遍当年这个最火的游戏，会好玩吗？可能会很好玩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起点。然后，但是我刚刚说的都非常的。简略啊，就是这个，尤其是 the space 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设计的部分，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同事华夏，就他会来仔细讲一讲，就是 the space 真正是怎么玩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哈勃格税是什么意思啊，UBI 是什么意思，然后每个像素格都是 NFT 意味着什么，我玩一玩是不是就把钱都亏光了，还是怎样？这个交给华夏了。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姐华姐。夏你来，好，谢谢姐姐，也谢谢大家，就是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的 AMA，然后我们在上周五的晚上启动了beta 测试，就 beta 测试是在链上进行的，所以所有的操作就真的是在购买 NFT 的，就和你在 OpenSea 上去买 NFT 是一样的，要签字签包啊，然后这样。然后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00多位测试员，就是加入了游戏，然后他们都至少现在就持有一块像素，这样子。然后关于这个游戏呢，就是刚才杰平有说到，就 MetaStore 它的整个这个发展历程，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再补充一点点，就是 Reddit Place 以及和 Place 类似的这种游戏，其实是非常有去中心化，就 Web3 的这样的精神的。像这样的游戏，其实我自己是一直以来都很感兴趣，就是各种各样的类似的事件，真实事件里面，刚才杰平有说到的联盟墙，就我自己的就是在中国的经验，可能其实是大字报。然后之前还有类似的游戏，就是那个 KK 就 Kevin Kelly，他也有介绍过，就是这种蜂群的涌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口。几百人集体来玩一个打乒乓球的游戏，然后可能500人控制其中的一方，然后500人控制另外一方，他们要集体的按方向键来投票决定这个球拍要往什么地方移动。然后之前也有就是大家集体来玩那个就是超级马里奥，也是就是有很多人一起来玩，然后一起投票决定他往哪儿走。然后 Reddit Place 也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通过很多人一起来参与。然后以一种非常无政府主义、非常欢乐、非常 punk 这样一种方式来创造。但其实人类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在很多方面，只是它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体现出来这个创造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像 Place 也好，然后像刚才说的那些游戏，它很妙的地方在于它可以把这些就是几万人、几百万人的行为全部浓缩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到最后的这个涌现的结果。就其实他这个活动本来就非常的去中心化，但是呢，非常吊诡，就我也很喜欢他这个活动，但是非常，就是非常吊诡的另外一面，就是他作为Reddit Place 创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它其实
当时就很快就下线了，而且，而且中间也有审查，包括今年的活动，其实它在出现一些就是一些图案的时候，它会直接把它给审查掉，就是盖掉，就可能直接把那些像素变成黑色，然后如果你想画的话，你要从头开始，然后这个审查是没有任何的预警和什么，就你会看到那个地方一下就变成一块黑洞，所以在然后这个东西它要下线，然后这些数据，当然 Reddit 有分享这个数据包给大家，但是这个项目确实下线就下线了，但是像这样一个，就是如果是像杰丁刚才说的年农墙，它作为一个公共表达空间，我们觉得它应该是真的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它是一个城市的广场，或者是对，就是或者像柏林墙一样，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我们是希望它长久存在下去，那把它放在区块链上是其实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然后它像素和 NFT 的对应，其实也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这样的做法也很多，比如 Decentraland 这个 Sandbox 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买地游戏哈，但是我们是想的是就是它光是 NFT 化，光是变成把数据和这个背后的产品逻辑全部放在区块链上，然后全部用智能合约来实现还不足够，因为它只是就数据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然后人能不能在这个就是参与者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不断的去进行，就是你说哈佛的确实是一个好像你有点卡最后那一句，电脑好像被外星人揪走了，还是只有我听到卡？大家听得好吗？还可以吗？听不到。对，好像你被外星人揪走了，还是不行，还是有点卡。你是好像突然一下网络就很弱还是怎样？嗯。而且说他的经验是大自爆，我真的是很想笑。哎 ，Hello， 你再多说两句。还可以。嗯，华夏进入了 Space， 没有，还是听不见。去了 Space， 怀疑你是真人版的 Space 是不是？就是不打算回来。我在别的地方跟他说了，我们听不到他讲话。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我们听不到。对啊，他说应该知道。他回应了，他说我能听见，他叫我们等一下。对，我觉得他能听我们，所以很惨。但是因为他一直不断在说话，我以为他还在继续。太可怜了，这个真实版的 Space 上演了。很搞笑这个。他说他换一个网络。好的、没问题。对，我觉得他说大字报真的很经典，这个确实是。其实以前也有西单民主墙的好吧。虽然昙花一现。对，华夏再不回来的话就已经被驱逐出人类星球了。我们所有的人物都是外星人来的，那个 Traveloka 也是。也是，好吧，那只能驱逐出马特宇宙了。能听到一点吗？能听到一点吗？你多说两句。现在怎么样？好像比刚才好了一些。六十分。你要不再来一下？我到了一个开车的地方。天哪！安全吗？房顶。天哪！房顶你。现在挺清楚，你继续说。我的快乐上房顶。我刚才是说到什么地方？不好意思，我刚刚已经进入了外星人的语境，所以我忘了。你刚刚说啥来着？
他说他去那里了，他说他去天台，房顶，天台啊，对，屋这顶。对，刚才是说到什么地方进 门哎，口？应该是听到听到。place，应该是在讲 place 的某一个位置，但是我现在整个人已经被屋顶跟外星人的语境控制了。所以我刚才在说的，其实是说像这种类似于集体共处啊，集体做一件事情，有蛮多时间都很好玩，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就是也是启发 Space 的另外一些东西啊。你讲一下屏幕。天哪，华夏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在分享屏幕，太感人了。对，他大家现在能看到的浏览器吗？对的。我还没有看到，我在 loading。其他人看到了吗？哎，看到，现在看到了，你继续。看到了哈，对，嗯。就是之前是 iWeiWei 有一个项目，就是叫做月球不稳，嗯。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就是真的像一个球体吧，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块占一块地，然后就是画画，但它这个是素描的，然后它里面看到就是各种，非常就它这个创作的空间更大一点，就不只是一个像素，哎，他们有实体的展览啊什么的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也是就是很多人一起来画，比如这个蒙娜丽莎的这个头就是有很多块画拼在一起，当时我是有参与到这个，也参与了创作，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这个是今年的Ready Place，最后他们是一个2000×2000的画，不就是400万个像素在上面，然后你看到非常非常非常繁杂的东西。然后甚至画的非，就是都画的非常好，有这个意大利的国旗，就是有，对，就是这个咖啡啊、大卫太的头精像，致了。对，因为他们最后有了32种颜色，所以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比如说，比如你看这个英国的国旗，就是它还有阴影，就是非常有层次，然后有一些东西是很有立体感的，然后这个土耳其的也是，对，非常有意思。然后其实跟我们一样，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像素点了就可以画。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和我们更相关的，对，在这个地方出现。当时我也参加了他们那个就是 live chat，就他们在subreddit 里面，主要是这个safe traffic woman in China 这幅画。啊，当时我在那个，就他们可能有几百人一直在像守夜一样日夜守护这一幅图，然后不断的把它改回，就是他们希望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这样一个，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无厘头的一个活动，它背后是凝聚了很多很多人，然后为了维护一个小小的图案，可能是要有非常多的人来团结在一起去做才可以。所以它，然后你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是，这个乌克兰的国旗。大家可能听到我说话吗？现在？非常清楚，哦，都有点不好的，真实了。这个乌克兰的国旗，当时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哎，我好像可以直接给大家演示，就是在，可以切换到，对，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尤其刚开始的时候，乌克兰的国旗超级大，因为就作为近期最热点的事件，但是后面就很多人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占的地盘实在是太大了，就想把它给删掉，就中间可能就会有人开始去破坏它。就到这个地方，其实你已经不太看得见乌克兰的国旗了，就是大家把东西都加上去。然后我是看了一篇报道，说他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真的是像去做外交一样，就是他要，他们首先是这个上面有很多，就这个 fuck Putin 这样的，对，有很多这样的文字，但是当时他们就是说，哦，不要让这个普丁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国旗上，就是他觉得非常丑，然后非常不尊重乌克兰。然后他们就去和很多的separate 外交，然后最后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说，
他让其他的 subreddit 的人把他们的东西画到乌克兰的国旗上，但是可能就是用蓝色和黄色的两种颜色，就是乌克兰的颜那个元素，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有日文，然后这个兔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女性的头像其实是一个法国人，然后是一个就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但他们就是相当于联合起来把这个画成一个乌克兰色元素的一个图案，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外交就让很多人可以联合起来就是一起来守护这个图案，就是在这里面非常小的一个例子哈，所以就是这个活动就是看起来非常的无厘头，但是呢它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大家可以回头自己看这个Reddit r space。但是它背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就是那个公共行动的维度，然后人和人沟通的维度，当然也就是抗议的维度。对，然后当时香港这个也是大家有谈论，就非常经典，因为它这个非常简洁有力，所以它大家守护这个图案就非常成功，因为就是很容易就把它改回来，相比起其他的一些过于复杂的。好呀，然后就说一下现在这个我们的做的状态，就是你这个前后放在一起对比好心酸哦，我的天哪但是挺好的，刚刚开始这就是测试，对，这就是测试，然后大家可能确实有很多问题，就是在 Reddit Place 里面它是每五分钟画一个，其实对，就这次测试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说我们能不能批量操作，就是一个一个的画好累啊，但是 Reddit Place 它其实当然它就是一个一个的画，而且它每五分钟只能画一个，所以当时我们是考虑到哎，它这么慢都能够大家都能玩起来的话，那我们做这个钱包操作总是可以十秒钟就做一次，那应该还好，但是大家第一次玩可能因为就 Reddit Place 它是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然后大家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没有人会觉得我是需要单枪匹马来画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没有形成这种组织，比如说这个猫猫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参与者他一个人画的，就非常辛苦，好厉害啊，单枪匹马那个猫猫跟椅子，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上面哎，这个上面这个猫猫的头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这就是我们预料到的一种情况，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是在测试，你看这个定价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猫猫的眼睛现在定价都是非常高的那可能在做这个定价的人他并没有太在意我们其实是有税收的，他已经像这一格就已经累积了1000多的税然后我们在测试阶段就是每个人的账户你只有2000块钱2000个 space token， 所以可能下一次清税的时候他就会直接破产，然后这些像素就会变成零，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也是哈伯格税可能我们现在测试还没有太把这个效率显现出来，因为就时间还比较短，然后清税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机制不是很完整之后会有直接有一个按钮在这里，你点一下你就可以帮他把这个你就可以激活这个清税的流程，然后系统就会帮他去把这个税收清掉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画一个图形，你可以和很多朋友一起来联合的话我们刚刚签到里面发就在有讨论，就是已经有朋友想要在这个地方画一个二维码就是大家可能一起来想到底这个二维码到底导向什么地方然后毫无疑问如果就是毫无疑问这幅图上是可以有二维码也可以有很多的广告，然后那如果它有广告的话可能它就是为这个像素定的价，然后为此付的税收，就像是他对就是为我们付了广告费一样，这就是一种理解这个上面的行为的一种方式然后我要不我演示一下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像这些白色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初试状态的像素然后就是价格就是零但它价格是零然后只要你买下来我先把它买下来就是把它变成黑色
你可以顺便解释一下这个价格，然后那个税到底是啥意思？好的，就是现在看到的价格，其实它的初始定价其实就是免费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买下来，就其实就不用花钱，但是因为要转移这个所有权，所以我们还是要做这个钱包的签署。好的，大家都有看到我跳转钱包页面吗？我不知道这个分享屏幕能不能看到。对的。好的，然后在哪啊？这个地方。好，现在就把它已经改成黑色了。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要画画就是这样，每一次配，然后签署钱包，然后它过一会儿就能确认的那个。好，然后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ACC income，就是 accumulated income，就是累积的收入。这个收入可能我要先讲税收吧。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定价是零，但是如果我现在去改一下它的定价，就是比如说改到100，然后他会告诉你现在估计每天的税收就是我们现在定的税率是每天10%的税率，然后我再改一下它的价。对，他现在的价格就已经改成100，但是他现在还没有累积税收。我们看一个其他人，就是定的价格，比如这个，他标价是5块，然后他5元，就是他这边的欠税就是0.5，然后这个累积的收入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像素都是一样的，白色的就是这种初始状态的像素是不会累积收入的，然后像这些就是会累积收入。然后这个累积的收入，其实就是把我们当前收到的所有的税，准确的说是90%的所有的税收，会又平均分配到每一个有主人的像素那个地方，所以它会不断的积累，就是随着大家纳税越来越多，它会不断的积累。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就是领取收入、领取分红这个功能做出来，然后在下一个版本其实就会你就可以领取了，这意味着就是。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种策略，就不断的把这些白色的地块买下来，然后你就可以获得分红，你就不用画什么东西。但如果你买下来之后，你不去把它价格提高，其实别人可以近乎没有成本的又给你买走，所以这里面就是有蛮多这种博弈的过程。然后我们设计这个税收的规则，当然就是有很多考虑。首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洁的规则，乍听下去有一点复杂。仔细想想，就是你要付的税就和你的定价那个比都这么简单。所以你定价高，你的东西就不容易被别人买走，但是你要付的代价就更大。但是我们这个税收它有很多层考虑。首先，它是一个决定像素归属权的机制。在 Reddit Place 里面，它的决定机制是什么？就是每5分钟可以画一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任意的规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可能也仅仅是说它的服务器，以这样的频率操作不会崩溃，有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把它，就是我们现在用哈伯格税的机制，其实是把它给市场化和，就是把它的每一个像素的价值给货币化。因为显然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画布上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可能有一些地方大家就会更多的去看，然后更多的去关注，那这些地方的价值应该就是更高的，或者说如果大家画了一个自己公司的 logo 在这儿，那它就也是说你既然占了这么一块空间，你可能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然后另外就是在哈伯格税下，就我们其实也可以没有哈伯格税，也可以就是这些像素你就直接交易，然后那个当前的拥有者可以决定你是就卖还是不卖，但是那样的话，可能就很多人就不会卖，就是他就会想着说，哎，这个项目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进来，那我就等着这个像素的价格涨了之后我再卖，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投机属性。但是在我们这个游戏里，其实投机属性至少在它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你在低价的时候买入，然后等它市场价格涨起来再把它卖出去，因为它其实随时都是可以被别人买走的。这样的话其实就让这个市场的，就是让这个像素市场的流动性变得很高，大家可以不断的去改变它的样貌。我觉得这也是提供，就是为这个，就是这个像素画幅提供的比较高的一种活力。然后也可以想象，就是很多有比较有钱的人，他就会说，那好啊，既然你们就是只要付比较高的税，我就可以让自己的东西留在上面，那我可能就画一个非常有冒犯性的东西，或者就随便什么东西，就是占有这个公共空间，然后就是所谓的有钱任性吧。但是在我们这上面确实没有一个直接的机制可以去审查别人，或者说就是他如果让别人讨厌的话，让其他人讨厌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东西删掉的。你可以通过市场的办法，市场的办法就是你当然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集资把它都给买走，但这样的话可能就让他占到了便宜，就他可以故意来搞破坏，然后就可以因此而挣钱。那还有，就是我看大家这一段时间的测试，也衍生出很多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办法。比如说，像画猫猫的那一位参与者，他就有说，其实他无所谓，就是如果这个猫猫的眼睛被占了，他完全可以搬家，就是搬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去，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在这白白的纳税，然后当然他纳的税又会全部回到就是普通的玩家身上，因为就是。作为普通玩家，你不需要画非常就是复杂的东西，你只要随便有几块地，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分红。所以这也是一种对于各种极端行为的抑制吧。Be water。对对对 ，Be water， 增加这个流动性。然后所以其实这个操作真的还挺简单的，可能。然后我们其实现在是留有那个批量操作的接口的，就是没有在现在看的这个店面上把它给实现出来。如果你有技术能力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调用合约去批量的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可能我们还会再讨论是否需要对普通用户也开放这样的功能。按照我们的原意，它应该是就是不是由单一的人去创造作品，而是大家集体来创造。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税收的机制，所以哪怕你是一个单一的个体，你想创造一幅图，只要你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付出税收的代价，也许可以允许吧。所以这个我们还在讨论之中。然后另外，对，另外值得一提的点就是，我们是其实 Space， 你可以说它是 Metas 对。NFT 能怎么去使用，以及甚至说整个区块链上面，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合约到底能实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探索，或者说是一个实验。然后我们就其实挺想把这个实验做到非常彻底，这个彻底体现在，首先我们是没有，基本上应该说就是没有用任何的服务器的，我们现在的测试版，你看到的所有的数据。颜色的数据，然后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 Polygon 这条链上，然后之后可能出于对性能的考虑，我们会就在加载这些像素的时候，不会直接去链上去制造数据，而是会先有一个缓存。但是这个缓存其实也是存在IPFS， 就是说其他的人如果想用这个缓存，同样是可以直接去用的。就是说我们想要完成达到一种真正。完全的去中心化、去服务器化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完全就是，如果你有技术能力，你完全可以去开发一个自己的前端，然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然后你可能有不同的功能，你可能没有这些像素，就这个小地图，然后你可能有比如说经济分析的功能啊之类的，都是向大家开放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比较极致，就我们是 radical market。就是哈伯格税所提出哈伯格税的那本书，叫 Radical Market， 就是激进市场。那我们其实这个实验也是非常 radical， 我们想实现 radical 的去中心化。除了这个数据是去中心化的，它的逻辑去中心化，然后我们最后也会让所有的参与者来建立一个 space DAO，
然后这个道其实是会掌管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社区金库，就是刚才有提到，其实90%或者95%的税收会以分红的形式发给大家，然后就剩下的5%到10%其实会进入社区金库，这个金库现阶段是由 Metas 来掌管，但是之后就会转交给 SpaceDAO， 所以之后比如说这个社群的成员想用这个金库来，比如说邀请某个团体来玩，或者邀请一个或者请一个开发者来优化他们这个某一个功能，就是完全都是可行的。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些基本参数，比如说税率是多少，然后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现在这个是200×200，我们要不要在这边再扩张，把这个地图再扩大，就是到底发行多少个 NFT， 这个也是一个基本参数。然后这两个基本参数其实也是需要有某一个主体来决定，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权利最后交还给 SpaceDAO。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整个事情我们觉得它非常的有趣，就确实投入了 Metas 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会就是它一方面很简单很内聚，就是其实要素不是很多，也没有像 Sandbox 或 Decentraland 那样在这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再去做很多的就让大家在里面做很多事情，我们那个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平面，一目了然，看上去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呢它其实又可能又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哈勃的税的治理下这个东西会怎么演化，然后我们不知道 SpaceDAO 最后会决定这个项目往什么地方发展，如果你要做一个实验，可能就不会想要，就可能需要找到一个有足够多的人参与，足够有趣，但是呢他又不会一下子让你就是特别惨，就是说如果实验失败可能也还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有一点愚人节彩蛋性质的这样一个东西。关于哈勃的税其实之前有很多其他的讨论，可能大部分朋友不是很了解，就是包括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用的 ENS， 就是以太坊的这个地址，以太坊的那个域名，他当时也讨论过要不要用哈勃的税的方式来拍卖，但是其实讨论了很久之后，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他们觉得ENS 的地址，其实是非常重要，甚至说是有非常重要，就是说非常有风险，因为它有可能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象你是一个某个政府的网址或者某个医院的ENS 的地址，那很可能就是在就是被别人被就是有就被不法之徒给买走，然后他就利用这个用你的 ENS 地址来诈骗，在哈勃的税下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交易，所以他其实有很大的风险。然后在 Space 这个世界里面就还好，因为像素即便被别人买走，可能那也就是一个像素，就像Strider 就画猫猫的那位朋友说，那我大不了我就搬家嘛，就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让他给大家纳税，然后给大家提供分红就好。对，大致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就先说这么多吧，可能留更多的一些时间给大家来交流。好耶，我好佩服，我看到大家都在很佩服那个是谁，好像正在画那个8F8D， 我看到他们在说8F8D 我在画那大家是应该可以开麦来直接说吧，还是在那个我们的像素持有者第一名，真的。那要不Toby来主持一下，还是大家就现在自由交流了？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可以。华夏，你要不要说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是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小格才可以那么精致，截屏回应了这个问题，是的，对，
对，他就在说那个 Reddit Place 为什么可以画的这么精致。我说的是说他们一个是颜色多，23、32种颜色，另外一个当然是共同参与的人足够的多，所以才可以画的这么精致。是的，是的，人足够多，然后，而且我觉得 Reddit 的社群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互联网梗图的出产地，所以，创作力也非常强。那我们的颜色是有多少的？我们的对有一个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多一点颜色？我觉得产品经理要先说了。其实可以，我觉得当时好像就，我觉得32色是可以实现的。大家最后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投票，因为从技术上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我有点忘了，我们当时内部讨论是为有说不能实现32色吗？当时产品经理是怎么说的来着？是有什么不行的意见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可行的，只是可能不是太不行？比较低估大家，就是会觉得颜色太多就选择困难，可能会。OK，好的。当然，我觉得测试阶段就很正常，因为也有，就如果你直接给大家一个调色盘，那可能真的是太多了。对。对，其实所以都可是能，画着画着才觉得需要更多颜色了，没画的时候就32色就很多了。在那个测试讨论那边就有不少人在问这个马克思普朗克有什么，他有什么好吧，彩蛋啊？马克思·勃朗克的梗，把这个打出来。对，其实这种是我后面，最近才知道，最后我们还是用了这个名字啊，就是之前有讨论，因为他就是量子力学的奠基者，就是量子力学之父，所以 Planck 就是量子的基本单位嘛，然后在量子力学里面，一个能量子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小的一个颗粒，所以在我们这个 space 的，如果它是一个宇宙的话，像素就是最小的颗粒。所以就用了 Planck，就是这个能量子这样的一个梗，对。我们的这个梗真的太深了，我们的同事都太有太有，对，我我们觉得太我们可能应该叫 quantum，太可可能会，怕了。真的跟大家说，我们的同事都太有梗了，就经常发明一些我们都不能理解的名字，什么 Planck 什么之类的，然后同事一解释原因，我们就觉得自己特别无知。对这个其实是呼应以 ether 的，就是这个 ether 就吧？是以太嘛，以太其实是特就别好是的量呼子应。力学，对，量子对，力学之前的宇宙的基本单位是 ether，对吧？不是基确本实单位，是是，基本物质，对。就是做火了之后，怎么都是对的。就我们是比以太坊还要更进步一些，因为他们是19世纪的物理学，我们这个进入了20世纪。有那个 Daisy 在问，会不会可以请一个 artist 来跟我们分享美图秘籍？那个可能我，比较，我在想 Daisy 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比较实际的是，应该是组队哈，我们应该帮助大家更容易的组队，因为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在那个空白画布上，然后那么就是要戳出一幅画来，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如果还要在跟别人竞争的状况下，有人要抢走你猫猫的眼睛什么的，就是光那个算数都算不过来，所以其实组队才会比较容易。你看他们像 Reddit Place 上，就是比如说刚刚华夏说到，你看到那个图像这么就这么精致，其实是非常多的人日夜守卫的结果，就你可能画完以后，你得24小时不能去上厕所的守着那幅画，它才不会被有任何的杂，就是任何人的杂质所那个干扰。对，所以其实是个背后是个大型的组织活动。对，但是我之前在文章里面还写过另外一个视角，就是说，对，就如果有人画了冒犯性的东西怎么办？或者如果我，精心画的一个东西被别人改掉了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就有两个视角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就是所有的历史记录其实都在区块链上是保存着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开发一个回放的功能，
就你可以回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去，那至少在图像上那个东西是在，应该说在图像上那个东西在，然后在数据上那个东西也在，它只是不是当前最新的那个世界，但是它在历史上是永远存在在那个地方。啊，这就是说如果你的东西被改掉了其实也还好。嗯，然后如果别人换了冒犯性的东西，刚才我们有说到其实可以比如说用大家一起集资给它买下来但是这个可能就会变成坏人用来赚钱的办法。嗯，但是我是在想在你说对，我是在想在这样一个像素的世界像素画布上它的冒犯性还是有上限，对不对？对，它能怎么冒犯？对，那我觉得也是对大家一种容忍能力的测试吧，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实验。在 Reddit Place 上面，它会直接审查。我觉得，Space， 尤其是当 Space 变成 SpaceDAO 来运营之后，当然就是理论上你也是可以审查的，就是在前端去也是一样的给它盖掉，但是它在区块链上的数据你不可能去更改掉，所以从技术上说就没有办法进行审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它，那我们就是可能是要接受比通常我们在 Web2 的世界看到的可能更冒犯的一些东西，然后在这个像素化的世界里面呈现出来。但是他冒犯别人，他要就是要付出钱的代价，所以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也许这会是一种平衡吧。就是当他慢慢发现大家也不理他，然后他还在白白的纳那么多税，是不是慢慢的就他就会把价格降下来？这也是我们想要对，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其实哈伯格税也好，这个 Space 现在的经济机制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当然是希望能够穷尽市场方法去尽可能的调节纷争嘛。那纷争中间当然包含了 A 冒犯了 B， 或者 A 冒犯了所有人这样子。不然的话就看那个，对，就像朋友说的，他冒犯是有成本的，然后事实上成本可能还会很高。然后但华夏，我记得你说过这今年四月一号那个 Red Place 的时候，其实好像是有是什么是裸体画像，然后就被前端盖掉了还是怎样。嗯，就是一个基底的比基尼就被盖掉了吗？哦，这就是让 Reddit Place 内部有很多的就是争议，因为那个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Among Us 那个小人就是穿着太空服的那个小人。然后那些小人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冒犯性的举动，你要是去看那个回放你就可以看到，但是这些事情官方是没有处理的，那也很有可能他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这个冒犯性的东西太多了他都删不过来。但是最后在左下角的那个法国国旗上大家画了一个比基尼女郎，然后就被直接盖掉。这个盖掉的方式就是把那些像素全部就统治为黑色，然后就大家就说哇，你们之前更有冒犯性的东西不处理，然后都冷板接受了一个比基尼女郎，觉得非常的荒诞。但是我觉得中心化的审查就难免就是这个样子，他也不可能去跟所有人商量，然后他也不可能非常及时的做出反应。花钱冒犯，花钱冒犯，但是感觉去花钱冒犯，不知道大家会最后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就是那就是有钱就可以肆意妄为的那种。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背后是有钱，他可能是单一的，很可能是单一的。然后如果单一的条件改掉了，那最直接的办法就还是把它买了。我觉得不是由单一的人出现，而是。集体的力量，每个团体的力量，然后对于共识的测试，我们真的很多人都觉得被冒犯了，那个大家一起就可以把它变成。我想你在说最后冒犯的时候，就是仿佛在升空的过程中说的。那我想问那个8F8D 做了什么？他是不是在不停的夸他有什么故事？因为我看到你们不停的讲他，但是没有参与就不太清楚。就是
我之前参与过一场的 space 的活动，就是跟那个 FabDAO 那场就跨乌克兰国旗那个嘛，乌克兰，对，然后因为那个背景超多方格要填色的，然后我就敲累了，然后我就填了一些就跑掉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帮我填下去了，就是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的，他就是跟着我把后来的都填下了，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这个是一个就是付钱的那个对，你要付钱买我的方格的游戏，但是其实那个同心一起做的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看到那个人帮我弄了那个背景，然后我就超感动了。那这个8F8D 是不是做了相同的事情啊？你们在那个群组里面说。求当事人分享。那他是快递主啊？他们在那个文字频道在说，8F8D，对，他是快递主，不是不同的人。你们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过去几天测试的那个感受？对，我好看玩你的们地的，方。对，我看你们玩了很久。他们都有明镜了，都是用那个 Wallet 的，一开始。我们也应该支持一下 ENS 看看。大家都习惯那个 typing，那个华夏，你要不你想想这个不行，你们这个太内卷了，你们这个 insider talk，什么什么都是 D，什么叉叉八 F 八 D，到底是怎样？或者简单讲讲是什么事情？并不是，来讲一下。你听不到你讲话，听不到我讲话吗？现哦，在现在可听以了。到你刚是。刚有在讲吗？啊，没有没有。哦，对，大家说，不然请华夏分享一下他的观察，你来吧。好呀，我觉得有几个点啊，就是，就我刚开始，大家能听清吗？现在？对的。就是，其实这一次大家看到是有700多位测试者进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4万，就200乘200的画布，然后在之前demo 就是 POC 阶段测试的时候，我们之前的很多次共创活动其实是1万个像素，然后每一次大概30到50个人在画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每一次都画得蛮好的，就是而且基本上能把这个画布填满。然后这一次虽然有700多人，但是大家可能明显能感觉到没有那么的热闹。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这次测试想要测到的东西吧。因为，一旦加上钱包之后，整个这个创作的体验是不是就会有大打折扣？当然，就还是有人。一己之力把那个猫猫画了出来，我觉得也许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也有提到，就因为没有组队，我们现在就你不知道为何而画，也不知道为何而战，可能我们下一次我们现在计划的下一次就是随着这个下一次合约的部署，然后我们会开始第二轮的 beta 测试，到时候也会邀请很多其他的道。其他的Web3 的社群的人来玩，然后他们就会有点像之前 subreddit 那样子，就是每一个就是大家就有了组织，然后可能我们现在今天在座的就是代表 Metis 出战了，然后我们要就是可能就有10个队伍，然后一起在一个画布上去画自己的东西，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去破坏别人的东西啊，我们就可能下一次测试就会比较接近我们更想要看到的那种情况，因为在正式上测试链的时候，肯定也是会有很多这样的 Web3 的社群会就是以集体的身份加入进来，
这也是之前我们对The Space 的一个想象，就是如果 Reddit Place 是 Reddit 或者说在 Web2 的这个互联网文化里面的一次盛会，那我们是希望 Space 能成为区块链世界的一次这样的活动，然后所有的这些DAO就会变成类似于 Subreddit 一样，他们可以来这个地方把自己的icons， 把自己的logo 或者自己发行的TFP 的头像画上来，可能是这样一个一个定位吧。然后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怎么才能挣到钱，然后能不能把二维码画上去，或者我怎么才能把我之前画的东西搬家，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之前可能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真的，而且确实是，所以我们再下来一个阶段会尝试组织这个集团作战，对吧？这不是散兵游泳的意思吗？是的，是的，下一个阶段是会有集团作战。天哪，感觉散兵游泳更艰难了。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培训课哈，对不起，可能想多了。可能会可以有艺术家，就是这也是 Reddit Place 的操作。就是会有艺术家那个会提供一个草稿，然后说我们一起去把这个东西画上去。是的，是的，蛮需要的，就是有一个底稿，大家往上填色，跟填色图一样。对，那样会降低参与难度。哎呀，我看有朋友问没有被邀请，对，有可能是最新的一批报名的，就是现在还有。我们还会邀请一轮，然后剩下的就会全部到第二轮测试再见。好的。到底有什么？我其实想先问一问，因为我们关于这个 Space 的介绍会应该会有好几场吧，对吧？今天只是一个欢迎会，然后我们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些更细致的讨论和，就是对，因为我在想说这会是一个长时间的在线游戏嘛，而且不断的会有新的人参与，所以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可能你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是的，这一场是欢迎会，然后我们之前都讨论过下一次要有更深入一点的讨论，就是那个科伯格税那些，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不停在测试嘛，然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会发生，我们就按照那个process 就去做不同的阶段的讨论，这样因为这个其实都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个事情吧。是的，然后其实我也蛮想看到不同人在跨的时候他们的感想的，所以如果不方便说的话，可能可以往后在参与的时候之后说写一个文字的，对，一个感想这样。对，因为在画的时候应该是会有很多很搞笑或者是创作的过程的。是我上次跟同事在 testing 的时候，我也不停在大笑，因为我就走去破坏别人的猫猫，他的眼睛他的颜色我换掉了，他是一涵，就是我们的artist 的那个，他画了一个很漂亮的，然后我就去破坏他，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也可以 share 一下。是这样，应该是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取态吧。对，角色不一样，挺好的。我喜欢扮演破坏者，反正就是有一种，反正我没有能力画很漂亮的图，就专门破坏你们的。然后他要买回来，是的。对对对。Never 会举起大家，有理孤零零的在那个地方。然后，对，我觉得还想给大家说一个点，有可能也是这一次好像没有听到很多反馈的点。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使用这个 Space Token， 就是你看到你的 Balance 里面的那个2000，然后其实在正式游戏里面我们现在也会就是发行这样一个币，然后这个币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ERC20 的 Token， 然后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它来和任何币去进行交换，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去中心化的交易所上去，
然后它可能会和美元有一个有一个汇率，我们预计是在几美分，换一个 space token 这样一个级别吧，所以你可能画一幅画会花掉几十美分或者一美元什么，大概会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对有什么感觉或者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大家对钱的感觉还不够深？有可能这次这个钱是从天而降的，所以就没有感觉到那个是钱。对。对。好的，那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想讨论的事情？我们的下一次的测试是什么时候啊？华夏？下一次测试预计是在下周的下半段，大概十天之后吧，大约十天之后。好的。什么时候清税？清税？清税？清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设计是，你在交易的时候，然后你在更改价格的时候，就会清税。然后也许需要多说一点区块链的这个基础知识，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动清税，因为清税其实也是一次交易，也是一个 transaction， 然后也需要有一个账户来激活它。所以我们之后会设计一个可能会设计一个清税的按钮，就是如果你看到有一个我们说隔板，看到那个 Daisy 他在那个文章里面说有现在有很多隔板，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他欠了很多税，你可以帮他清掉税，就是你可能要付出一点手续费，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因为 Matic 还是挺便宜的，就是可能几美分的手续费，你可以帮他把这个不是帮他清税，是帮他把这个清税的流程激活，然后系统就会把那个税给收掉，然后这个功能会在下一个版本做出来。一种共同富裕的功能，对，就我们去中心化的收税官吧，收税。共产主义吗？哦，好可怕。好的。好的。想要体验 claim income， 那个在下一个版本也会，也会做领取分红的这个功能。那我们那个下一次的这个线上的讨论，就是 AMA 的讨论会在什么时候啊？你说的 space 吗？对对对 ，space 的，还没定是吧？还没定。好的，没有，我只是在好奇，就是大家现在这个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什么时候可以尽快实现？可能是下一次测试之后吧，是不是？对，对，是的，我们就就看一下那个space 的 channel 大家的反应如何，我们再定下来好了。好的，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我看到 Daisy 有提到一个点，说这个非常的有禅意，就是对，他说他湿疹都不痒了。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种游戏体验。其实我和我女朋友有讨论这个游戏，她是一个左翼佛教徒，好吧，我姑且贴认的比较深，就是又很左，然后又很佛教徒，所以她又非常喜欢 space， 是因为她觉得，就是这里面一是这个所有的财产其实都是公共的嘛，就是，然后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占有任何东西，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完全能占有。所以你就得接受这种无常，就是所有东西都在流动，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你画的那个会被破坏，然后别人可能会画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在佛教徒看起来就是反而是世界的真相吧。不能再有他的，我就会有他的格子。好的好的，华夏，我理解了你的动力所在。也是第一次听。
他说女朋友。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大家都用的 space 求婚，我觉得可以，而且就是求婚，这样华夏，你用 space 画个那个求婚戒指啊，就是那个求婚戒指，然后重点是你要捍卫它，不然它可能就会被变成一些奇怪的东西。对，而且可能首先破坏他的就是你女朋友，怎么办呢？真的很多不同的想象。还有没有？应该没有了，大家这个大家都是在太开心了。对，在文字频道就很多话，然后在语音就。对对，大家都不讲话。对，好，那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哎，我想在这里啊，华夏，你说，你是不是要说？他去太空，我在被女朋友绑走了。没有，我是想说想谢谢 John， 因为就很多人进来嘛，然后都在大厅里面不停的问要去那里测试，但是我们都讲了很多次，就是在上映的频道吧，然后 John 就不停的direct 不同的人去对的频道，就是他辛苦了，是他也在这里现在。就是这样，感谢。好，那我们下次的电邮应该就会说明就是在那个频道吧，大家都好找一点。好的，那如果没有其他的话，就继续在文字频道讲话了。好的，对，我们这边就完结了，那我们下次下一见。谢谢大家。是的，谢谢。好，再见。对，谢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